头部溃烂案例。53岁的玛丽头部罹患癌症，并且头部出现腐烂破孔。志工帮忙玛丽使用原始点处理进行按推，用姜粉泡温水清洗伤口，以姜粉温敷，以及喝姜汤。经过原始点处理之后，玛丽的头部破孔有了明显的改善，开始愈合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，处理后。Thank you.